女星吴承君去年七月生下女儿 Mel， 月子中就瘦下来24斤，成功晋升极品辣妈行列，让不少新手妈妈都超羡慕。谈及瘦身秘诀，吴承君披露是母乳喂女和低强度的运动。由于她是剖腹产女，因而运动强度只能循序渐进。近日，吴承君在微博晒出一组她与女儿的互动照片，吴承君在防滑垫上做运动，女儿 Mel 则坐在她的身边看书玩耍。据悉，吴承君每周会安排至少2次的肌力训练，她的运动器具也与众不同，10个月大的女儿 Mel 是她锻炼的小哑铃。吴承君要将 Mel 举过头顶再放下。Mel 的体重是与日俱增的，因而吴承君的臂力也在每次运动后都有提升。吴承君穿着无袖背心和运动裤，无论是手臂、腿部还是腹部都没有赘肉，辣妈的瘦身效果相当显著。产女后的吴承君只接过零星的代言活动，多数时间还是陪着女儿。除了母女一起运动，吴承君母女也一起玩耍，借由亲子互动增加宝宝对妈咪信任与安全感。 Yes 旅行中心上海报道。